seen you clearer than the We're flying high Floating somewhere up in the clouds发标签呢，今天带来的是 Nespresso Virtual 胶囊的适合分享。我们又花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把 Virtual 不同的胶囊系列全喝了一个遍。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总结。那先说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因为我所有的这个系列，我都是按照萃取 Shot， 然后呢再加水的方式来制作。那单份的这个小的胶囊呢，那我就萃大概40到50毫升的这个 Shot 再加水。双份的这个大胶囊呢，那我就萃双份的Shot 大概80到100毫升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人问我为啥不萃一满杯来喝，因为我不太喜欢焦苦味，我还是更喜欢干净的。这种咖啡的味道。先说第一款这个轻音咖啡，就是我刚才做的这款。那这款呢，它是属于低音的咖啡，口感的强度呢，它描述是5。那这个喝起来呢，它有一点木质的和一丝丝烟熏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然后低酸，那其中呢还带了一点点这种微甜的口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点，可能因为它是属于低音的咖啡，所以说呢，在风味的表现上就稍微的逊色了那么一丢丢。然后接下来梅勒秋的低音咖啡，那这款呢，它标记的是6，它的咖啡豆呢是拉丁美洲的阿拉比卡的低音豆。低音的咖啡，你看它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圈圈。这款喝起来的话呢，它刚入口啊，它是很顺的，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这种酸甜感，带一点这个大麦茶的这种感觉。那他们这个胶囊的这个口感的描述啊，是有一点谷物的这个香气的。大麦茶算不算是谷物？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但对于低音豆来说啊，就是我觉得这款咖啡啊，它表现的味道已经是很不错了，至少喝起来是很顺口的。那接下来这款是梅勒秋，那它这个标记的强度是8，这个你喝到的这个第一口这种感觉啊，它是高酸度，微微的这种甜感，就是整个口感是淡淡的，喝在嘴里边没有那么的厚实。对啊，这个强度应该达不到8呀，没有那么浓郁，也没有那么强烈。适合喜好酸口的，就是清淡的咖啡的人。那咖啡豆的信息呢，它使用的是巴西和中美洲的阿拉比卡，其实这个信息不是很完整啊。中美洲的产地那么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巴拿马等等的很多产地，那我觉得它不写具体的某个产地，可能是因为这个胶囊的配方啊，它会经常的变，就比如今年的这个产地它产量不够，那收成不好，那它就能换成这个区域中其他另外的相似味道的产地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有很多大的品牌的这些咖啡豆也好，胶囊也好，都不会给到你非常具体的产地的信息。接下来这款 Intenso 浓烈咖啡，那这款呢，他们标记的强度是9，那它偏偏呢用的是尼加拉瓜、罗布斯塔还有拉丁美洲的阿拉比卡。那这个拉丁美洲区域就更大了，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都是拉丁美洲，那这个比刚才中美洲区域还不精确。哎，为什么每次这个萃取完了之后都会这个有这么滴答滴答一些咖啡液下来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萃取之前它都会先滴出来几滴之前的咖啡液。那不过这个它喝起来的这个酸度啊，就只有那么一丢丢，整体喝起来其实是有点奶油的质感的。咖啡呢，它不算厚重，那微微的有一丢丢的炭烧的这个味道。好，接下来这款 Double Espresso 双份浓缩咖啡啊，这款做出来的它的这个 Espresso 上层的油脂泡沫很深，你就能看出来它的烘焙度是比较深的。那它描述的口感强度是8，而且它拼配中啊，它是含有这个罗布斯塔咖啡豆的，所以它有一点烟熏以及木头的这个味道。那整个这个咖啡的这个强度啊很重，干净度也可能略低一些。那这款咖啡豆的口感让我想起来了他们之前老款的那个小胶囊 Intenso 系列的那个 Ristretto， 就是黑色的壳子的那个。 OK， 接下来这款是索雷利欧咖啡，这个胶囊啊是这种有点金黄色的这个颜色。那这款咖啡呢，它的强度的描述的口感是2，你
制作的时候呢，油脂的泡沫就是那种淡淡的颜色，喝起来的话呢，整体它是微微的带点酸感的这种调性呢，它的口腔里面比较轻盈。那他们写的用的是肯尼亚和哥伦比亚这两个产区的豆子，那这两个产区的咖啡豆就是以这个果酸这样的口感出名的，整体呢喝起来还是蛮舒服的，没有什么焦味啊或者是涩味，适合那种不喜欢焦味不喜欢苦味的咖啡的小伙伴。那这个呢我个人觉得还不错。那这个绿色的呢，它是十道米欧，那这个标记的强度是八，那介绍呢用的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拼配，那它烘焙度呢比较深，那但我第一口喝下来啊，我感觉没有明显的这种焦苦的味道，反倒有一些这种酸甜感以及奶泡油脂的这种奶油感的这种味道。那这款喝起来有明显的这种酸甜苦的层次感呢，能体现出这个中美洲的咖啡豆啊它的一些调性。这款是我目前喝下来啊感觉最稳的一款，非常顺滑。然后接下来这个蓝色的这款叫达拉西欧，哎，我发现 Nespresso 的这个胶囊啊，他们很习惯的用什么什么欧什么什么欧，我刚才好像已经说了好多欧了，对不对？龙鼻欧、史道米欧、达西欧、梅勒奇欧，为什么这么多欧？有没有懂的小伙伴可以告诉我一下？这款它的强度是七，那这款用的是尼加拉瓜的和埃塞俄比亚，那喝起来呢，它微微的有一点这个酸酸的这个特性啊，但是它没有梅勒奇欧那个酸度高。那这个酸度呢，它是比较柔和的这个酸，相比下来，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种柔和的酸。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高酸尖酸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咖啡它后味比较淡，就是它没有浓郁的那种咖啡香，所以说喜欢苦味的咖啡的人啊，你最好不要选这种味道的。那今天最后一款墨西哥这个绿色的，他们叫 Master Origin， 那这款强度呢也是七。那这款墨西哥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啊，跟我认为的这种单一产区的这个概念不太一样，它这款竟然是混合了墨西哥的阿拉比卡种和罗布斯塔种这两种不同品种的咖啡，所以说呢它跟我认为的这个 single origin 还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它应该也叫 blend， 也是拼配的咖啡。那就好比是，哎，你一款咖啡豆用了同一个大的产区，就比如用了埃塞的产区，但是呢它用了这个西达摩和耶加雪菲这种小的产区拼配的，那其实这也算是拼配。那喝起来的话呢感觉非常不错，既有明亮的酸甜的感觉，又有一点厚实的口感，我觉得这就是相当于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就是有这种互相弥补了这种感觉了。我本以为有这种罗布斯塔之后呢它可能会不干净啊，或者带点这个土木的这种感觉的味道，但是呢这个竟然一点都没有。 OK， 这期的味道的测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你们能够根据我的描述的这个味道找到你们适合你们自己的口味。测评真的很不容易，希望大家给点赞、转发。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